大家好，我是傅彦堂。我是刘一亨，欢迎收看我们夫妻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我们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而且我们的频道物件数中部第一，绝对值得你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我们每天都在上架，所以都会有新鲜货给你们。好，记得帮我们订阅。而且这个新鲜货还真是不便宜啊。对，今天这一间是豪宅，对，五十几平，在沙鹿，靠近国道三号，对，附近国道三号交流道附近，这条是正义街。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夕阳，夕阳无限好。然后这边社区，你看这边都在盖房子，不是只有这边而已哦，全部都豪宅，可能都算从化区了，对，已经算是从化区了，对，都基内，都基内，然后那边也是新盖的一批。其实我前几天有拍一间。地坪28坪，的豪宅，多少钱？间间豪宅2880。那我们这间呢？这一间我们的地坪有五十几坪，53坪吧，还是？等一下，跳掉了。等一下，我们这一间呢的豪宅呢是地坪有52.1，52坪，然后建坪呢66.6，666。对啊，我上前几天拍的那个是64建坪。但是地坪只有28，这个是将近多一倍的地坪，对，更大间。这间呢大面宽，而且听说可以停3台车。那我们先看一下位置在哪里？8米大面宽。那你看一下，虽然是我们在国道三号，虽然这边都是社区，对不对？你看看得出来都有规划成社区，对不对？但是旁边都有在卖吃的。那我们离三号很近。你干嘛全部用餐厅？没有啊，他自己跑出来的。还以为，因为我们常常在，因为我们现在饿了。好，那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台中港区运动公园，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哦，还有一个明秀公园，听说是那个多功能公园。对，听说啦。好，那我们这边离国道三号交流道大概是这样子，就很近了。旁边而已，就在旁边，就在旁边而已哦。公园就在旁边。对，好，那听说这个是豪宅。豪宅是住几？住二，所以可以半银灯了。那我们现在是在顶楼，从顶楼的前面的神明厅的前院，对，朝西北，因为你有看到夕阳。夕阳。可是呢，你觉得西晒吗？我觉得还好。对啊，我觉得还好。怕热的人像我都觉得还好啊，就是 OK 了。它的采光罩都做好了，它这个屋龄有11年，屋龄11年，蛮轻屋龄的。可是屋主他不太住这边，他住新竹，对，所以请我们来拍这间，帮他买出去。请手下留情，不要来踩线。这是我们朋友的，对，算是专签吧。对，专签。哎呀，谢谢手下留情。而且你知道吗？你刚刚提到的那一间的地坪一半，它就2880了。哎，对啊。好，那间3580。来看一下，这个是他的神明厅。神明厅。老公，这个面宽5米。5.5米，快点，你站在这边拍，拍出去，这神明厅出去，你看，它这个主建物就5.5米了，然后旁边有一个3米的侧院，对，哇，这个神明一定很爱，我们的祖先一定很爱这个景。如果你有慎终追远的想法，我觉得祖先应该很爱。老公，你刚刚说侧院在这里，来，看一下。我有一个3米宽的侧院，你看哦，赞吗？对，还有温室哎、欸，还有温室，等一下不是温室啊，那边是泡茶聊天的好收宅哦。等一下下去看看，好哦，因为我还没有进去看，我以为是温室、欸，你要当温室也可以，多功能。所以呢，地大就是任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应该说钱多就是任性，有钱就是任性。他说要帮他关好灯，有关门哦。我们现在都没有开灯哦。不开灯就这么亮了。对，好，我们现在看后院。好，这边好，它有一个后面的阳台。对，后面的露台，这边可以洗衣服、晒衣服，而且这边是市区嘛，哈。对，市区这边有天然气哦。已经有埋在里面的。这个热水管线有埋在里面的，然后看一下，而且，来，我刚刚说过，你看这边都是新盖的大楼，好看一下、哦，后面是不是农地啊？查一下后面是不是农地，我觉得好像是。你看一下那一批要盖什么？那一批
哇，这个是电梯透天，哇，那不得了了。电梯好数，二至三房电梯好数。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这边的价格是水涨船高啊，你可以看后面国道三房。老公怎么看？这块好像在养地耶，哟，不知道是不是农地？我觉得是养地，你看它有铺那个。对啊，这应该是建地。不一定是建地，它不是黄色的。哎、欸，对，它不是黄色的。对，不可能是在变更中啦、啊。不晓得，对，动了很多，因为他们这边没有写地号啊，我没有办法查、啊。对，可能还在变更中，不知道以后是什么。对啊，嗯、所以呢，你说房价很骗，人家就是有厉害的地方哈、哦嗯，对不对？那你说的公园在后面那里，嗯、对啊，哦，然后这边国道三号的高架桥，我们就在交流道旁边进来，对，哦，那交通很方便。然后这边盖了很多豪宅啊，对啊，好哦，这边都这边让我想起了我们台中市的那个什么，那个东山路、太原路那边有没有、嗯、连栋豪宅？那边都是像这样子，台中市有点类似松竹路那边的豪宅。豪宅，我们那边也有一块建地。嗯嗯，对对，这是宝风水宝地，对，因为对面是灵谷塔。嗯。来，我们看一下，我现在关门了哦。我们你看、哦，这上面它有做一个那个什么？尝试哦。好，我们先下去。啊，天黑了，要、啊、赶快。好。只是这个楼梯灯，刚刚那个上面那一个，哦，是这个。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间套房，这是前面的尖尖套房，尖尖主卧。还有一个小阳台，小小的阳台，哦，让你透透气的小阳台，看看夕阳啊，夕阳西下了，好，好哦，哇，这个面宽五米半，啊，面宽五米半的大套房，超大套房，超大套房，嗯，市区的套房都没那么大，对啊，还干湿分离，嗯，哦、嗯，可惜没有开窗了，嗯，那、啊、我们看一下后面，也是一间套房。有厕所在这边，这边有开窗，而且这间厕所更大间。哦，还有开窗哎、欸。对啊。哦，厕所没有开，没有开灯。也可以干湿分离啦。对，空间是够的，每一间都是大套房，间间大主卧。这个是后面哦。嗯，后面很大。对，看一下。还有装潢，还有装潢。想看一下啊，那个窗户打开一下。这个洞距哦。超大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有可能在养地的地方。不晓得那个是不是农地，不确定是不是农地。对，因为那个看不到地号。对。然后它这边有变频冷气，对，方形的。好，这一层楼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一层楼是几楼？三楼。哎，它这边有冷气吗？请问？冷气有啊，还有也有分离式冷气，对，好，冷气都有装，很好。那我们现在下去，现在换几楼？换二楼。哎、欸，灯在哪里啊？看不出来，灯在这里。好，走吧。尖尖套房哎、欸。对，尖尖套房。来，一样，这个是前面，格局一样，格局一样，格局都一模一样。对，二楼跟三楼。然后，但是这个阳台又比较大哦。哎、欸，对，有一个大阳台。来，看一下。啊、哦，除了阳台，哎、欸，这个阳台真的很大。哎、欸，你看前面那个采光罩可以都再利用一下，你知道可以做什么吗？像我们家那样子，弄个露台出去也是。弄个露台出去啊，好，我们种种花草。也是可以，然后这边再开一个小小的那个什么走道。不过缺点就是底，如果你弄露台出去，底下嗯，就采光会比较差。对，哎、嗯，看你的选择，这就是铸铁的铁窗。对、嗯，看一下，屋况还不错，十一年啊，是应该是没什么缺点。对，也不会，也没有看出来有任何壁癌渗漏水。对，好，来我们看一下这里。大面积的窗户，采光很好。对，那二楼后，这个卫浴也是
干湿分离哦，干湿分离。OK，好，我们看后面，后面这个地板是原木的，哦，很香，好香哦，原木的味道，原木的味道很香。好，这个窗户打开来呢，也是一样，就是刚刚我们讲说的那个养地的地方，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窗，嗯，哦，这个不是分离式的冷气，这是窗型冷气，OK， 一样都是，其实这一间不用再装潢，对，油漆过就好了。你不油漆也可以，一样哦，它也有干湿，不是那也有窗户啊，也有窗户啊，干湿分离也是可以的。老公，这个也是原木的，原木的，哇塞，原木的。等一下，我记得它有没有冷气啊？这间也有冷气吧？哎呦，有哈，啊有，有哈，它也有冷气，好，所以该有的都有了。好，家基本的家具也有。好，那我们现在下去一楼，对不对？一楼呢，它是挑高型的，对，三节，你可以看那边转三折，一折、两折、三折、三折，对，三折。这个是原木的哦，原木的柜子，对，原木的桌子，看起来有点像那个什么斯肯柚木那种家具了，哦，这个也是原木的哎，对啊，这是真的木头，蛮香的，快，不知道是不是快木。我们看一下客厅有多大，来。哇，超大的，很大，到这边，超大的，对，你看上面都有装潢，对，哇，好香哦，老公，我觉得我们，它冷气是那种中央空调式的，对啊，哇，天哪，这个木头味道真是太香了，好像精油味道，来 ，OK， 这个啊是玫瑰石，花莲的。玫瑰石哦，这个应该不便宜，不便宜，这是他的收藏品。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找不到了。来，挑高的嘛，我们刚刚讲挑高的嘛，对，挑高。好，这是我们的楼梯下的厕所，一楼的卫浴。对，它就没有连蓬头，但是冷热水都有了，冷热水都有。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呢，除了我们前面的大片窗户以外，对不对？这旁边还有一个开窗，在长。侧院，对，这是侧院。我们要到侧院去看看。哦，好，我们现在看厨房。哦，厨房很大。这是处理台，就是放电锅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对，哦，也有冷气也有。对，像目前是第五台、第六台的冷气，六台冷气。好。然后看一下它这边哈，这个是烘碗机，它的水压还蛮大的。啊，除了这个。冷热水之外，它还有饮水机，这是饮水机，已经拆了，我看一下应该是拆了，拆了，它的饮水机拆了。对啊。哦，在这里饮水机拆掉了，在这里。嗯。它把它拆掉了。再装回去就好了。对对，然后这个门有点歪掉了，这可能要再修。没有弹性。是因为水的关系。好，这是它的 Sakura。樱花牌的厨具，你知道我迫不及待想去看侧院吗？好，来，我们看一下后面洗衣服的地方，洗衣服晒衣服的地方。当然，你四楼也可以晒衣服，四楼后面。但是你不想爬那么高的话，可以在这边就可以了。要是我宁愿在这边晒，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啊。因为它有，其实它有做采光罩，整个都有密封起来啊，就是有它有做那个气窗，而且它还有做纱网。所以你刚才说温室也算了，这边要做温室也算，然后这边可以摆桌椅，摆桌椅在这里，刚刚说的就是这间了，对，摆桌椅，为什么要在这里摆桌椅？这边可以看一些花花草草吧，然后全部都密封起来，只有纱网，代表什么？这里不会有蚊子，可以在这边乘凉，跟乘凉泡茶、喝咖啡、聊是非，然后不用担心有蚊虫。对，你最喜欢不要蚊虫，对。然后如果你想要在户外哈，这边是半户外，这一间已经算是半户外。老公，我们要从外面，我们要走到外面去的。它从外面有锁，上面有锁。对不起，我肤浅了。它这边有一些，就是
开心农场吧，算是。这个旁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有可能在养地的地方，在养地的那一块。对啊，哇，这边不错哎，哇，虽然是你看哦，它虽然已经枯掉了，可是也是一种美，苍劲挺拔，之美。哦，这一颗石头应该也有代表假山假水，对，所以里面可以弄个假山水，不错哎。对啊，那这边材料都在里面。对啊，好。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客厅，餐厅，哎，对，餐厅的那个窗户。好，基本上呢都有在整理哦。嗯，然后这边这一颗应该不少钱啊，当然了，不知道有没有送。这边可以要停，这边可以当车库，当然不止这一间这一个车库啊，这边还有一个双车位车库，所以这边可以停几台？三台？不止啊。放了几台？四台？不止啊。哦，那你说我去关灯。哦，你看哦，我们来看这个院子的深度。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哦，到这个门是16。哦，进去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类似温室的地方。好，所以呢，光这一个侧院哈，如果说你不做这些造景哈，那全部拿来停车，光这一个侧院就可以停三台车哈。然后这边啊，大面宽5米半的大面宽，可以停两台车，这样是停几台了？里面可以停五台车啊，里面可以停五台车。那路边可不可以停呢？路边当然可以停啊。路边，好，路边这边8米的大面宽，再加上旁边，好，你可以停1到2台车，好，1到2台车。所以呢，里面5台车，外面2台车，最多可以停7台车，7台车、哦、怎么算？算给我听。这边2台，对，这边3台，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要做花花草草。直接停进去可以停3台。那可是我想要花花草草啊。我是说没有花花草草的状况下 ，OK 啊，可以停7台，因为门口还可以多停2台。好 ，OK， 可以停7台耶，哦，赞哦。好，大概介绍完了。你看对面也是大面宽的，但是我跟你讲，这一间没有我们好。价钱也比我们便宜啊，因为我们地坪太大了。你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个侧院呢。哦，那如果说你还要送更多花草的话，就像你刚刚我们讲的，有没有再做一个平台出来？嗯嗯，好，对不对？好，我们去关门吧。关门？嗯嗯，关门是他关哎。哦，好，这个电线杆哦是在隔壁那一户哦，不是我们这一户啊，所以不用担心电线杆的影响。然后这一条路是活路活巷，然后旁边那个巷子走进去就是公园，多功能的公园。哎呀，我找不到门口灯。叫他关就好了。好，我们走吧。我们开车去带你们看一下街景。好，我们拍好了。那就麻烦你，我们直接拍出去。剩下门口灯还有那个大门要锁。等我一下啊，老公。好，那我们带你们看一下这边的路况街景啊。这边的透天都2000多了啊。随便一间都2000多，比较新的。天啊，我的妈！那这间大地坪3580，而且地坪比别人多一倍，3580，其实这样算起来 CP 值是比较高的。这边离第一静宜大学也蛮近的，也很近啊。往东北走，然后这边附近呢、啊，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来的话，你看也是超好停车的。对啊，路边都可以停，但是不用，我们里面就可以停7台了，对不对？我们里面可以停7台，好，里面5台，外面2台，路边停2台。
刚刚呢，老公，你不是讲吗？嗯，这边都已经在计划，在搞。又转，对不起，对不起。这边不是就已经在计划那个什么豪墅？对啊，豪墅，哇塞，电梯豪墅，二至三房。所以不要小看这里哦，只有二至三房。所以呢，不要小看这里，你看周围都是豪宅。对啊，周围都是豪宅。就是从化区，从化区哈，一开始进驻的时候哈，会觉得好荒凉啊，都是这种感觉，都没有住什么人家的感觉，然后慢慢盖起来，已经惊觉到这边已经变豪宅区的时候，你要再来买，不好意思，已经变很贵了，对，多了一倍，对，我没有夸张啊，以前松竹路跟那个什么太原路那边也是这样，刚开始卖的时候也是1000多万、1500多万、1800多万，现在都好电梯豪宅哦，现在嘞，现在3000-4000、4000-5000、5000-6000，惊多人，对啊，但是。虽然说千金蛮难买早知道，但是你明明知道这边以后还会再涨，为什么不先？如果你觉得你的地点可以接收，为什么不先挑这里负担得起？我们就赶快决定了。向右转。这条是正音路，这条是正音路。我们从正义路出来，这条是正音路。行驶600公尺后，向左转进入台湾大道6段，台12线。然后直走到底就是台湾大道6段，然后两侧都是透天的，透天店面。但是没加气啦，哎呀，没有什么车流，车流量不大，有些地方都还是绿树，等以后这边慢慢发展起来的时候，不得了了，就对啊。但是其实现在已经觉得很贵了。好，上面那个高架桥哦，前面那个高架桥就是国道3号，那右转就是国道3号的交流道，你看人家都会先买好，人家就是聪明在这里，对不对？就是地点觉得适合就可以先决定了。右转是交流道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台湾大道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双联公车蓝线，现在以后这边就有捷运哦，以后这边有捷运哦。可以看到那个车站，特殊的屋顶。以后这边都是捷运线，以后我们这边离捷运线就非常的近了。沿着台12线继续走3公里。好哦，再来呢？再来就结尾了，因为现在已经在台湾大道上了。对啊。好，如果说这间你有喜欢，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标题底下都有我们的电话号码，欢迎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如果你觉得地点适合，预算可以接受，贷款也不是问题。好，那我们是看可不可以选择我们为你服务。那这间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喜欢，好，没关系，我还有拍摄很多物件在我的频道里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看看有没有其他你喜欢的物件。我们里面有1000多集，要迈向2000集，的这么多的物件供你挑选哈。我觉得啊，这个我们的物件算蛮齐全的啦，应该找得到你喜欢的物件。如果说你觉得东西物件实在太多了哦，挑起来有点不知道从何找起哦。你们还是要继续订我的频道，因为我每天都会拍摄很多物件上架，我们的物件数是最多的，你不用出门，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土地、房子，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不怕你买错，也不怕你买后悔。我们全部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一刀未剪，没有剪辑，没有广角，没有美化哦，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滑平板看 Android TV 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清楚明了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了。那言尽于此，希望你觉得
你希望你们可以选择我们为你服务啊，因为现在没有我们这个月应该是挂单的，如果我没有悬念的话，对啊，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支持我们，如果有人跟我们买房子，我们才有动力继续做房仲做下去。当然，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做得很烂，好，不值得生存，好，那当然就不会有人继续看我们的频道，不会有人跟我们买房子了。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好，这也是静宜大学。我们刚刚经过科技那个嘛，那个宏光科技大学，现在经过的是静宜大学。对，刚刚是宏光，那现在是静宜，因为静宜大学刚好经过。好，那谢谢你们，等你的电话哦，希望你们会继续支持我们。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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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